大家好，我是水啦。等先。OK， 口琴他把的木。因為我細個嗰陣就遺傳爹哋啦，咁就好細個嗰陣就開始戴眼鏡噶啦。我哋拍嘢咧都好長時間啦，咁就眼好易乾啊。試過一次咧，我嘅散光好深啦，咁就係戴 hard lens 咯，所以佢 close up 嗰陣係見得好清楚噶。選擇做 ICL 之前咧都見過醫生噶啦，因為我嘅散光太深同角膜太薄，做 ICL 會好啲噶。我係做完之後 feel 到好感動嘅，我都有啲唔慣，即係我覺得咁清楚，我想除個 lens， 我係冇諗到做完之後會咁高清啊，同埋佢復原期好短咯。第二朝嗰日，我想揾眼鏡，因為我覺得我世界突然間好清楚。